能是独生女的关系，从小就被爸妈宠坏了，所以渐渐的，头发怎么染到这个？我也变得越来越坏。每次过新年，妈妈都会买一件新的衣服给我，但是没过了多久，就开始没穿妈妈买的新衣服了。经过这次的事，让我彻底的改变。也让我完完全全明白，家的真正意义。